造历万历间，历成令孟城皇所人服役，即以造历八人书姓名于牒，封庙中。至夜，八人皆死。庙东有酒肆，寺主故与仪礼有素，会夜来沽酒，问款何客，答云聊有甚多，孤一尊少许姓名耳，直名见他矣，使之其人已死，入庙起飞，则平在焉，煮酒如故，归时所与前皆指挥也。令校拔相与庙诸义的差，皆心愁之乃行，不然必遭吃遣。